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我叫张碧晨，刚刚从韩国回来，从美国漂洋过海都是为了追着我音乐的梦想。他们用好声音在祖国的舞台唱出华人的心声。梦想通常都是很远的，所以谁追努力，谁追有恒心，才有机会成为经典。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自台北，中国香港，是美籍华裔。他们用好声音赢得了全球华人的最高认可。Go out there, have a good time. Best of luck. 只要你有好的声音，给自己一次成为全球华人骄傲的机会。第四季《中国好声音》全球招募正式启动。由杰姆斯洛施展房地产公司独家冠名赞助，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 TV33 新西兰华人电视台共同主办的《中国好声音》第四季新西兰招募站正式启动。冠名赞助：杰姆斯洛施展房地产公司，首家接受银联卡支付的新西兰房地产中介公司。特别赞助：中顺国际投资金融公司，您身边的外汇专家。中国好声音第四季新西兰站指定音乐工作室 Debase Studio 指定外景场地，梦幻般的葡萄酒庄园 Ascension 酒庄，地址480号 Matakana Road Matakana。 中国好声音第四季新西兰招募站指定赛前预演场地 BB Night Club。 金牌赞助商邮购宝 posttoyou.co.nz、 3A Kobe and Design、 柳映画婚纱摄影工作室、中华酒家、Fast Force Prestige 欧洲进口车行。联合赞助：澳星移民、敬业房产、 iCoffee、 长城铝门窗、唯美堂美容会所、 New Generation Bus Link、 Go4NZ 佳音国际。报名时间2月14号到3月7号截止，请关注 TV33 微信平台进行报名与投票。 TV33 下划线 NZ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